Check in, 厉 check in！害！哇，这这儿车是子个好，大哦，这才好！大家好，我是安卓，今天我们来到甘孜，到甘孜县的虫草核心产地，看他们的虫草山，还有虫草教育市场，看看虫草到底如何。从茶农出发，还有几个小时。核心虫草产区一共有四个地方在收，越到里面虫草越好。它这些帐篷的全是花虫草的。好多牦牛，这张牦牛好壮哦，嘎！真的牦牛。两个小时，终于到最后一个点，这就是这里面的虫草山。上面就有虫草，再往里面走就靠近青海了。车跟车跟，走路都看得跟。这虫草饲养好点哦，挖不起来，乖。往下撸一下。行，这边。
已经是。这儿跟这儿跟火的，哇！看看火从我看哪天我看的，大家好，我山主，今天是我们花300块进山挖虫草第六天。今天爬山比往天更加困难，山人雪终于化了。今天的目标是5根，开干。草地上的雪，第一根，好，可以，终于找到一根了，兄弟们，阿军的第二根，找一下。看到没有？这根，快点，第二根火的，哇！看火虫，我看哪天我看的，还没长大，长大多大？看嘛，火虫这样子，巴适，来，去挖。这根虫还可以，哇，漂亮，金黄色的。第五根，第六根。今天收获一共6根，一人3根，还可以，越来越多啊！离超过虫草，一人还有7根，也越来越近啊！最后老规矩，不管多少，都送给粉丝朋友们，记得关注。